湖人主场122-101大胜勇士，4-2晋级西部决赛，将对阵掘金。勒布朗比詹姆斯14投10中，得到30分、9篮板、9助攻、2次抢断，这是詹姆斯今年季后赛第一次得到30分，也是他自2020年总决赛 G5 后第一次得到30分。赛后，勒布朗比詹姆斯和斯蒂芬比库里、德雷蒙德比格林长时间拥抱。本场比赛，库里得到32分、6个篮板、5次助攻。格林受犯规困扰，打了24分钟，得到9分、9个篮板。本轮系列赛过后，詹姆斯季后赛生涯第41次赢下系列赛，独占历史第一。此前，他和德里克·比费舍尔均赢下40轮系列赛，这是詹姆斯第12次进入分区决赛。他在2007、2009、2011比2018、2020和2023年都打进分区决赛，其中10次打进总决赛，只有2009年止步东部决赛。此外，湖人送给勇士自2014年后第一次西部季后赛出局。此前勇士在西部连续赢下19轮系列赛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。